Hey, good morning. OK， 现在我已经到月台了，因为今天也要拍，今天是拍专题，但是今天是外拍，对，然后，我们现在就是在等车吧，等车中，然后现在我们是要等八点的车，然后到台中站差不多8:10、12左右，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好啦，先搬。OK， 我们已经到台中站了，然后距离集合点还有一些时间，所以我们就先在这附近鬼混一下。对，然后今天我要过一个成就，今天会是我史上第一次搭 BRT， 感觉挺屌了。但是同学跟我讲说，那个就是一个公车，对，加长型的公车而已。那因为我是没搭过，所以敬请期待吧。啊，先拜。OK， 我们已经到了，然后在 BRT 上面。感觉蛮新鲜的。哎、欸。OK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杀去东海。OK， 来，先来。OK， 等一下，下一站就是东海了，所以我们要这边下车。等一下。现在是玉门，下一站就是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到东海的外面了，这是上面去。Okay. 然后现在我们要走去我们拍摄的一些地点。先拜拜。来到东海湖了，这边。这边。呀，然后远方还有一只小白鹿。对，然后刚刚我们才拍完我们剧照而已，对，然后我得赶快继续工作了 ，OK， 先拜。然后我们因为真的是走不到教堂，所以我们打算我们要放弃，对，因为太累，真的是蛮高的，在十米夜来讲算蛮高的，超大的，应该超过吧。啊、然后这边真的是拍照圣地，但也蛮精彩。哎 ，Hello， 同学，啊，好，啊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我们今天外拍已经外拍完了，然后同学已经走了，剩一个。OK， 然后我们要去搭 BRT， 然后我要回台中站。OK， 先拜。哎，今天的工作终于结束掉了，超棒的。对，其实东海很累，你知道吗？东海超级累，有时候很美好的一些这个体验，可以促进人们生活成长，对。但是有时候不是很好的话，也可以当做一种磨练，对。